组织胳膊痛了我看到这个军舰了，看到个军舰在海上海上云呐，感觉入了个洞似的云上入了个洞似的然后射下来一个锥体型的，射下来锥体型的光还是什么反正就把这个船罩在里边罩在锥体里边，那个船呢，也不知向往哪里逃不知向往哪里逃真的这个是个哗，海上往上喷水啊，海上喷水啊，这个好像是在告诉提醒人们的提醒人们，在提醒人们，肺的在吸水肺里的存在，又开始了这个。这种事情在2019年的时候做了很多现在又开始了又开始了因为大动作，原来要做的事情就往后延了4年现在又开始了续上4年前的又要开始了好好知道再见再见再见